记者肖编现在来到了亚洲美术馆，这次展出的作品中有来自日本加州广重的作品，其中作品内容为三幅描绘日本东北大地震的巨型画作，分别是白雪覆盖的灾区、南三路的黄金和福岛，以真实社会新闻为主题，描绘了受污染土地和无人居住的景象，表达了对灾情的愤怒和悲伤。3月15日潘宗贤长笛独奏会《生命之画》的曲目中呢，就有来自日本作曲家斜山干士的灾难、复原、希望的三部曲，就是以这三幅画作为创作背景，强调了每一幅画背后的情感和故事，希望透过艺术的表达来保留记忆，并将灾难的讯息传达到灾区以外的地方。3月15日星期五晚上7:30，潘宗贤长笛独奏会在国家演奏厅带您聆听属于音乐的画作。